哎、欸，你菜市场的阿嬷。哎、欸，他把水放在我这哎、欸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像怎么？你很像要去参加演唱会，我们是你的水户。我有没有？哇！哦，这样好多啦、啊。哇，好漂亮啊，好干净哦。桌子来了，哇，好碎哦，好看呢，已经有灯了哎，不错不错，哎，这是你们选的吗？我选的，我选的，请称赞我，请称赞我，这个摸很舒服哎，这个很有质感，我喜欢这个桌子，哦，还算漂亮啊，哎，这杯子也很棒。结吧，这根本跟上次是不一样的人啊！哇，这个冰箱好大哦！哇，有水饺哎！为什么有水饺啊？我们有谈到仙草茶的赞助，我去买，我今天去买的啦。大厨，你去看一下，你怎么了？你拿副手去买一些废物在哪？仙草茶哪里废物？哎，对，我要买一只烤鸡给大家吃。我要开了，我要开了，开！哇哇哇哇哇！哇塞，很美，这个冰箱可以，是是是，好有钱啊！可以耶。哎，这个很帅哎，这很帅，这个社交的平台，这很帅。我喜欢这个地板，哎，这个地台还不错。哎，又婷，我跟你讲，这次如果在这边再露营就不会反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这次会抢着跟你睡这里，这很好躺。也没有，也没有。你们先把眼睛闭起来。想象我们那次穿西装第一次来的时候，跟现在比起来。我们选的东西真的是很有质感，对，就是很舒服，它没有很奢华，我觉得这种感觉最好。你不要去挑那种很恐怖的那种。哎，会伙伴满意目前的状况吗？超满意，满意。我们上次有跟大家提到说，老板瘦了，算是60万，但其实因为这个老屋子的整体状况比我们想象糟，所以其实整个预算已经 over 到80万了。哦，已经超到80万了，对，那将就就好了，可以。但是目前股东还有一个可以协助你们部分，就是室内有一个吧台区，这是真的未来会是需要的。对，所以那会靠你们这两天的试营运，达到收支的平衡，我们就会提供吧台。吓死我！我以为你叫我们自己做。要先看看你们的收支状况。好，指纹是谁的指纹？对啊，有一个人的指纹吧。哎，我们有规定财务长是谁吗？指纹错误哎，就错误啊，指纹错误。最能管钱的应该是，怎么可能是我？我是最会花钱。哎，我也是最会花钱的哦。哎，喊太多次，他会哇，他会锁定的哇，他会锁起来啊。我生日，对，我生日，我知道7月，哎，最后一天的倒数第二天。Yes。那我们打7月30看看，0730，0730，你景之健。哦。里面有一个那个哎，有一张卡片，收支卡吗？拿出来瞧瞧，拿出来瞧瞧。老屋收支状况，牙医话负1万，我这10000就是我们去参加一个所谓的任务，就是有一个师傅，他做的东西我们要做的一模一样，做的一模一样，对，答错做错就是扣10000，结果我只是少撒了黑胡椒就被扣10000。黑胡椒太贵了，黑胡椒太贵了。我傻眼，跟我讲黑胡椒什么牌子？